你会发现这个值就出来了，而且有小数点。那这个里面的话，基本上其实这个题目里面有限制说不能填什么，填其他什么非数字啊。那我有讲过哦，这一个 SDK 那个 ADTest 它已经做什么限制了，非数字的怎么样无法输入哎，所以基本上也没办法输入。也就是说，基本上那个程式连写都不用写，因为连输入都不能输入，那基本上应该是没有错误的可能性的。好 ，OK， 所以这个部分前端已经帮我把它 cover 掉了，所以后端的部分就可以不需要去限制什么。好，你一般填完之后，只是说好像这个地方哦，这个键盘它按确定之后应该要跳离，它没跳离，所以你可以这样按一个 back 键。或者按往下的键哦，这个就 OK 了，所以请各位试试看，这一题非常简单，有没有一个 enjoy， 第一个你有版型快速建立，第二个就程式一二三就建完了。那如果说你要把程式的事件改成这里的话，那你也可以怎么样，不要以这个当成事件，你也可以怎么样呢，在 ADTest ED06 里面有没有，它有一个事件叫应该是 test change， 就是当文字有改变的时候，那就做什么事情。OK， 那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哦，建一个那个 ADTest 上面的 listener 也 OK 哈、哦。那画面再还给各位，让试试看哦。